就简单的啦吼。啊，若无大家出来宣看卖啊，在场都是医师人员，我先讲一下，做医生、做护士、做医师人员，你们最大的天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救人嘛，救命嘛，对不对？这是咱所有医师人员，你要做的工作。但是，即摆国家需要救哦，爱无？爱。除了救人，这个国家爱救哦。爱。爱。要怎救？要怎救？有人讲话人啊吼，啊你看坏掉哦。讲起来就简单啦、啊，民主去投票就可以下架一个政党，就可以换政党轮替轮替。啊，2024月13号去投票是可以救这个国家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没那么简单。过程当中，造谣抹黑、泼脏水，我一直来啦，对吧？过程当中，爱一关一关去拜票，啊，去做事，就今仔安尼招大家来，甲大家报告，是无？那真正简单哦，侯友宜很好选啊。为什么？五年一对干的年车，最强五 G， 民调40%，其他的几个趴干出10%。我们的侯头大哥在这边英雄要干，哦，侯二哥，对吧？那真正简单，啊，伊第一名，干不是？所以不是只有那么简单，1月13号出来投票而已。重点是你能够撼动多少人出来投票，是吧？怎么样撼动？不然说啊，团结就好了啊。我也知道啊，但是团结都很催化的，没哪样。团结要像今天一样站出来，好不好？就是你可以怀疑，你可以质疑，你可以质问，你不要害怕查水表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个就是民主。现在执政党变民进党，过去人家讲民进党是什么？清廉、勤政、爱乡土。啊，你现在想起来，感觉这较像对党，这较像国民党。张立在现场的家。对吧？做得好吧？好。我们敢做得好吧？好。大家齐步秀一次，敢做得好吧？好。好，对吧？不赞啊！阿伯股民协会要不要割票的原因？他们去年都是压倒性高票连任的。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因为去年团结出来投票，所以让这一些人，我们所欣赏、肯定的人。高票当选连任，但是万环哥1月13号，万环哥1月13号，啊，我们这些现在国民党的青年勤政爱乡土，我们对上的是黑金贪腐灰民主，对吧？好，听我麦克讲，背着背钱，啊，光电一大堆，特别预算 OK 分。4年、5年、8年，2兆5000亿的特别预算再离开，但是单方面不稳定。我们一定要的疫苗自己捐，那个口罩自己买，迟到坏蛋还没有办法找人负责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执政党。但是你可以怀疑他吗？你不行，你怀疑你就是中共同路人，而且呢，对不起。侯友宜就是这样被打，打到10%，所以拜托了，你选举要够背着高岗，也会赴。虽然前面这个媒体跟我讲时间到了，但是我们距离投票的时间还够，还有89天，我们团结努力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。再讲，你们的责任最。
命嘛救袂起来。所以20241月13是非常关键的一场选举，拜托大家，这不是只有和平战争而已，这是关乎下一代，关乎我们的未来，关乎我们的民主能不能继续，也是关乎我们目前所喜欢的生活方式能不能确保我们下一代，我们能不能继续让他安身立命在台湾，好不好？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，能产生GABA、色氨酸等助眠因子，难怪吃了更快入睡，夜睡得更好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。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，对季节敏感、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。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，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K、 维生素 C、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，无塑化剂，无重金属，无人工添加物，无410项农药，无香料调味剂，无防腐剂，无色素，七大保证，七大认证，觉得好安心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good，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